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娱乐火线之好听的音乐分享给大家。我尿床怎么了？我尿床怎么了？你敢床没尿过床吗？让我回家去帮我洗尿，不成了吗？最近比这首尿床歌洗脑了，太魔性了。到目前为止有20多亿次的播放，网友们都纷纷编织自己的段子，个个都精彩绝伦，实在太有才了，是越听越上头啊，真是万物皆可编成歌。今天给小伙伴们特意整理的有趣而搞笑的改编，小伙伴一起来欣赏一下。明天你多吃一点不就好了吗？哼哼，不理你啦。我尿床怎么了？我尿床怎么了？I pee pee and so what? I pee pee and so what? You didn't pee pee when you were young. You can help clean it when you wake up. It won't be a problem. You are so dumb. 我没得时间了呢能活100岁吗？难道赚钱不是最重要的吗？哼哼，去搞钱啦！我去学怎么了？我去学怎么了？你小时候没吃过屎吗？我真没吃过。你连屎都没有吃过，都说什么呀？哼哼，快去尝尝吧！我吃饭怎么啦？他吃鱼怎么啦？难道不吃饭就不会长胖吗？对呀，不吃东西会变笨的。再说吃了明天再见不就好了吗？哼哼，吃一口吧。其实这首尿床歌是出自5岁小朋友刘洪斌一段尿床无罪的宣言。我尿床怎么了？我尿床怎么了？你小时候没尿过床吗？再说明天你帮我洗一下不就行了吗？后来由音乐博主王博改编创作而成尿床记，竟然意外大火，抄袭了。网友们在单曲循环的同时，刘洪斌小朋友也对此回应：你最熟我的尿床歌了，我下学期都变成大班的孩子了，怎么可能还尿床呢？这下可好，全网都知道他尿床了，这魔性的旋律根本忘不掉。于是音乐博主王博再次将刘洪斌说的这段话再次改编，补上了尿床记的主歌部分。拜托大弟别再说我的尿床歌了，我下期给你大杯孩子了，怎么可能还尿床呢？哼，你这样坏人。我尿床怎么了？我尿床怎么了？你小时候没尿过床吗？我尿床怎么了？我尿床怎么了？这下好了，以后小朋友再也不用担心了，因为尿床都有专属的 BGM 了。小伙伴们觉得这首尿床歌魔性吗？欢迎到评论区里面交流，喜欢的小伙伴点个赞转发加关注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